原子弹和电站，你觉得和辐射离自己很遥远吗？事实是，辐射就在我们身边，在被污染的水源和空气中，在被污染的水源浇灌的农作物中，在被污染的水源生长的水产品中，在被污染的矿泉水中，在我们舒适的家里，在那些工业废渣做成的建筑材料中，在那些野外采集的花岗岩、大理石各式摆件中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那些让我们爱不释手的珠宝首饰中，自然现象，辐射无处不在，常量接收，自然无损身体。然而，超长时间、超高剂量、累积照射，它可能让你的身体出现皮肤损伤、造血障碍、白细胞减少、生育能力低下，严重者引发癌症、胎儿的死亡及畸形。好吧，知道你已经迫不及待想了解有什么办法知道剂量是否超标，来自韩国多位专家倾力研制而成的辐射智能检测仪，为你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。它突破了以往辐射监测仪复杂繁琐限制，是一款专为智能手机量身定制的伽马辐射 X 射线感应器，一部手机，一个麦克风接口，即插即测，无需电池，无损耗，功率超低，只需一部智能手机，随时随地监测身边的辐射剂量。迷你便携，经济实用，操作简单，快速精准。无论是居住环境、吃喝用度，只需探头一测便可放心居住，安全享用，再也不用担心辐射污染了。辐射智能检测仪，你和家人健康的护身利器。